今天我要教你做那个 quesadilla， 是墨西哥的吃。但是现在我需要空。有空。先需要起司。不要假的起司，需要真的起司。所以真的起司是什么？假的起司是什么？我告诉你。Processed cheese， 不是 cheese， 是 processed cheese。这个 cheese， 你看 ，American cheese slices 是片 ，American cheese， 这个应该是假的，不真的。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不是真的 cheese。Feta brie 是奇怪的 ，brie。BRE 看都是真的，这个真的 cheese， 我们有很真的 cheese， provolone 那个 provolone， romano 那个意大利面也有，这个一样的，但是这样啊 mozzarella 是 fresh mozzarella， 但是啊也有菜，这也是 mozzarella。这是 mozzarella， 但是这个不是鲜的，那是闭塞这样。Munster 那是真的 ，This is Jack， 这是 Havarti 三明治，很可以，都是真的。Cream cheese 很好吃 ，Philly cream cheese 这样子 ，cream cheese 啊 ，cheddar， you see cheddar 都一样，但是这个不是 mild， 这是 sharp cheddar。是 ，yes，yes cheddar， mild cheddar， 所以是这样子。Quesadilla 比较方便啊，这个是 cheddar 跟 jack 是两个，这个也许比较好吃，那个 quesadilla 也许，但是太贵了，所以我们会买这个。Cheddar 就是 cheddar cheese， sharp 就是辣而已，辣的意思是 mild， medium 是比较小， sharp 是很强。之后需要这个，这样子，这个是什么？翻译Oblahi 有 IG， 还好吃哦，他没有拿 quesadilla， 他需要 quesadilla， 小刀切啊。这个刀需要切 ，OK， 切，小心切 ，OK， 开了，这个不要切这样子，这是很便宜的，需要很多的起司，这样子，那不要这里，要这里和这样子，所以比较简单的改，那个切这样子，当你切，不要切这个板，不要切，不要要切吃东西，要切起司，不要切那个，这是板吗？板不在乎，不用最好，只是简单的，因为这个是最便宜的办法。很简单的吧，这个怎样？OK， and here we go。冰箱好，之后开火，小心。OK， 也许需要油。因为油是比较好吃，可以橄榄油，但是橄榄油比较好吃咸的，所以如果很热，椰子油很好，很好吃。所以这样子，there we go，OK，我们需要那个 tortilla， 这是一个 tortilla， Costco 有。
那个有很多的 tortilla 这样子，不要太快，需要gentle 小心这样子。OK, good, good. 所以有 and 这个东西太小。OK, 一半。我的头发，好吃吗 ？Melt, melt, melt 是什么 ？Melt 融化。融化 ，melt， 耶、yeah! ！OK， 所以那个 cheese 要一半的，应该一半。OK， 所以你看，融化，对，可以帮助融化那个钙。好，这里。And 一半，小心，因为比较硬，所以需要推这样。And 后推，所以里面融化。And 之后，当我们完成，我们需要吃现在，快点。不要等一下一个小时之后，那个其实是不太热的。这个应该完成了。那个 quesadilla 需要切，不用在这里这样，只是腿，这样子。滚需要滚，不要这样子，要滚腿滚。听到了吗？这样子，需要多。一半。融化一半，那个秘密的，不要太多的起司，需要腿，上面也有热，所以里面都是融化，这样子 ，OK， 融化完成了吗？应该好，你看，这样，滚，对，之后有起司，好吃呢，好吃，之后怎么办法？这里，那个 quesadilla 需要 salsa Costco 有 ，salsa 一碗。Salsa， 新手错的这样子，因为没有地方。但是老手正确的，先后面这样子，比较大，等一下。我爱妈妈。对，那是正确的办法，可以做那个 quesadilla 或者是吃。叫 Instagram， 叫 Instagram。